纽西兰的加油站，那纽西兰的价，纽西兰的加油站价钱没有统一，所以你只要看到便宜，或者是你的油快没有了，你就赶快去加。那在热闹的城市里面，你要自己去缴停车费。那在热闹的城市里面，你要自己去缴停车费，但大部分就是开，那大，但大部分，那在城市之外，大部分都是开心停哪里就可以停哪里。但在城市外面。那在城市外面，大部分就是开心停哪里就可以停哪里，都不用钱。那在城市外面，大部分就是开心停哪里就停哪里，因为都不用钱。在纽西兰是不会有台湾，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小摩托车，你会可以看到重机。那在城市里你可以看到 ，what？ 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台湾那种小机车的，就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台湾的，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，在纽西兰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机车的，你可以看到机。在纽西兰，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机车的，你是可以看到重机，你可以看到。在纽西兰，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机车的，你可以看到重机，你可以看到滑板车，但是。你在纽西兰，你是看不到台湾这种小机车的，你是可以看到重型机车，你可以看到城市里有人在滑滑板，但是你就是看不到这种小小机车，因为它的点跟点的距离都非常远，小机车你会骑到屁股爆掉。那纽西兰，纽西兰是以，那纽西兰是北岛跟南岛两个，那纽西兰是以北岛跟南岛两个分开的。那纽西兰是北岛跟南岛组成，所以你如果要玩整个纽西兰的话，你一定要搭国内线飞机，你才可以顺利的把整个北岛、南岛都玩过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交通篇。那我们下一篇是 OK， 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第二集交通篇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的纽西兰路，这就是我们台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。那下一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第二集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。
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二集交通篇。那我们下一篇呢是美食篇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。